哎、欸，请说。就像说关于那个烟供啊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什么方法，或者说烟供？哦，有两个层面嘛，一个是有主法师，哦，大家一起供的，对不对？一个是自己做嘛。好，我先讲有主法师一个大众的仪式的那一种，主法师如果没有德性，哦，这个烟供是没用的。这个烟供叫做什么？空气污染，哎，好、哦、啊，浪费物命。因为烟供都很贵的呢，里面东西你都不，比如说珍珠粉，你还得用高级的呢，低级的人家跟你说没诚意，好嘞。啊，没诚意就没恭敬就没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一定是贵的才有？不是，是诚意，而不是那个东西贵。可是当人家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心是不是乱了、杂了，所以就没有了？所以我一定会去买很贵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买来之后大家在供的时候，主法师没有德性啊，没用。那自己在供的人呢，用自己在家里这样供的人，换言之，自己没德性呢，很没用、欸、那德性还会到位，一种力道有用，真诚。所以是不是那些东西重点会的，对不对？用观想就有烟的，就供到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会的。可是不会的那些仪式也有作用，因为我们看到仪式是不是有念，这个念产生你的观想，一切要从心想生嘛。可是背地里一定要有那个真诚至诚之心才会有用、啊、所以烟供就这么一回事啊。啊，那边呢、啊、有一次啊、哦、我们跟小严嘛、阿云嘛，好像前两年的过年、哦、前年啊，去年啊，过年要、啊、带我们去哪里啊，过境哪里，入我们天后宫、哦、过境啊，啊刚好遇到那个电视台有一个常常爱放生的那个法师在那边、哦、底下那啥有一个法会啦，在超度啊、哦、超度那些什么灵鬼的法会啦、哦、啊，后来我们不知道嘛、哦、在那边搭很大的棚子啊，啊也不知道他在那边，他是要走进去，我们是要去参观入我们天宫长怎么样啊，要参观，结果就有一个那个马伯生欧巴桑、哦、一个女士就拿了一个盘子，上面都是米啊，就端到我们几个人这边、哦、嗯，他要干什么，来抓一把雕啊，抓一把雕、啊、我看大家都在抓一把雕，入境水鼠啊，我还以为入我们天后宫的，结果不是，然后、啊、我们也抓一把、哦、抓一把啊雕，你看哪在这里唱呢，啊他都还没看到啊，然后阿允就问啊，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啊，一抓你就要什么起观照力啊，随时起念妙观自成，原来这叫施食啊，对不对？哎呀施食啊，我说啊问题的啊，大家在等哪没人在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如果你有一点通力啊，大家在丢，为什么没有半个灵鬼在那边吃？没用啊，你丢物质啊，你没有把它转化成它需要的能量啊，就没用啊。所以在这个层面利他没用的时候，至少要有利己的作用啊，长养慈悲心，布施是因福德是果，透过这个米抓起来撒出去，我们就要学习一个东西，卖金雕雕那金啊，存里面那玻璃罐拿糖果烟雕雕不放拉不出来，就这样。所以那你学习一个舍得，舍得至于要让这些无形空间的众生有受益，你还得要有功夫，功夫要得力、哦、啊，这个是不是仪式？像烟供也是仪式，对不对？通通背后的原则原理都一样，对啊，啊那样啊，所以你就知道很多都是啥打空炮弹、哦、对啊，那、啊、我们 不能否定那个仪式啊，毕竟古世大德有创立这个仪式，必定有他的什么，就好像以前那有什么梁皇宝忏，在中峰禅师未出现之前，那有什么中峰三十系念，通通没有啊，无尽慈悲啊，因应现在的众生根基要设计这些仪轨，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做的时候，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，真诚心越来越流露流露流露到那个临界点就有用了，而不是这个仪式本身，可是你不能否定它，没有它又达不到我的心量，哎，所以那些烟供亦复如是，哎呀、啊，密宗刚才是上贵的佛教哈、哦，听说，哎，有啊，啊，这摆咪刚才听讲，我又带一个同事来请 CD， 哦，哎、是的，不错，哎呀、啊，你们要讲，前几天不是跑来这边请 CD， 哎呀、啊，他们好像就是那个、啊，哦，哎呀、啊，密的。所以密
不是秘密的意思啊，佛法没有秘密啊。如果有秘密，释迦牟尼佛干嘛这么累讲49年？你这49年，你来问都没当讲，没当讲秘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所以佛教里头的密宗是深密，深奥难懂，他恨不得所有一切众生都理解、都了透，所以他才要殷殷切切，哦，49年全年无休去告诉众生。可是偏偏真理微妙难闻，道理通俗易懂，所以众生向往的都在善恶法。所以你叫人做善事，人就认同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叫人吼，要平等看待善恶，人说你奇怪。那平等看待是什么？因为又不是说你平等看待你就会去做恶事，对不对？是这些是依妄起用嘛。哦，你叫人在人世间哦去啥拜拜啊？为啥这侪人要爱因有诶，即个财、身体健康、感情顺遂、事业哦、红灯，即因做爱啊？你要叫讲，你若来拜吼，明仔载的往生直接去极乐世界。我甲你讲，我全部半个人要来甲你拜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伫厝拢讲哦，阿弥陀佛咯，阿弥陀佛咯，安尼当往生，伊咧讲好，咱再办一个法会。2点钟做了，大家随往生，你看有几个人要来？没半个，哎呀，所以不是众生的什么 level 的习气，那才要慢慢引导。所以刚还没开始之前，我跟几位同学说，现在哈、哦、教育很难，所以现在没有人要做教育。他、哦、说没有啊，很多人都在讲啊，心理成长课程的真正的教育呢，不，心理成长课程如果没有那个。那迄个迄电视那个记者讲的，那个要价不菲，看谁要交，对不对？都是这样啊，对啊。啊，可偏偏又有一个最基础的理路，你的人生不是钱可以买到的啊，真的，更何况是你的智慧，更不是钱可以买到的啊。那么你有太空梭尚且超越不了六道轮回啊，对啊。啊，恁投资的钱，到所谓太空梭加起来侪。那里面那桥外山不敢是不敢，了不可得。所以我们自己就要有一个为社会美好福祉着想的责任感，一个是啊使命感，对啊。所以我们看公开的什么，一来天下为己任，对不对？做天下第一等人才，第一等人才就是没有自己啊，而第一等啊，第一等不是跟别人比较第一啊，是每个人都可以成就那第一啊，那每个人都放下万缘，对啊。人生只剩下一件事情，我不管在各行各业，我昨天用一个用词啊，跟曹旭讲说，你的工作要是天下第一等人才啊，可是这不是你的职业，工作跟赚钱无关啊，你的工作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在做事情，那就是你的工作，啊，不过那不是你的行业啊，行业是有薪水换取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最高段的工作，你可以去因应所有一切行业啊，所以换言之，所有一切行业365行里面的佼佼者就是什么天下第一的人才，没有冲突啊，哎呀，所以百花齐放嘛，百鸟争鸣嘛，哎呀啊，红花绿叶相得益彰啊，哦，每一个人把自己做到最顶级就是什么华严境界啊，哎呀，啊，咱就去入啊，哎，啊，所以那家遐时阵，迄烟光啥物会拢好啊，对不对？你得要穿浅袄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那水晶娘呢？你好啊，对不对？你有啥好烟？你个家呛得要死，对不对？我来讲起来嘞，嘿，刚这里在座只有小严那时候在场，哎，啊，迄当阵阁有别个人，有一间人带阮去一间大啦，宫啊，叫做啥？我印象依稀记得太子宫啊，他的名字。我想这个我可以讲，因为太子宫很多嘛。哎啦，他都爱名牌，咱讲系德西人。哎呀，所以是一个地方叫太子宫，那顾名思义就是有拜三太子啊，他在那边。然后去的时候有机桶降机，对不对？那降机坐在我们旁边，那我们坐在他旁边。哎，庄奶在那边嘛，哈、哦。啊，降机七降八降这样，啊降下啊很难降，对啊难难降，他们有一个仪式就是拿那个嘛檀香，哦啊叫做关嘛，哦啊这机桶是就要熏，哦熏的，其实你刚才为什么要熏？熏到一种迷离状态、啊。哎呀，就好像有人喝酒，有没有就有灵感，有没有？哎，可是那不是常感，哎，靠不住，所以它有它的相似，
种相似表示不是啊，比如说写出来诗句很漂亮啊，是不是他自信起用，没一定没离开自信，可是它的作用是那种迷离出来的，自信的定境产生的不是这样子，哎，然后一个关啊，哈啊清干哈迷离，啊然后好不容易神就降下来了，哦啊降下来就有点火，哦还有点生气，然后就跟着这些得讨还有他们信徒说，你都没礼貌啊，哦都没礼貌。啊、大家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没礼貌呢？我们对主啊，应该主啊嘛，对我们的神这么恭敬，哦，像哦这些配备所有都传到主教，那没礼貌，你没礼貌，让老师来，你都没礼貌安尼啊，哦，就在那边，老师来，你都没礼貌，哎、啊，迄桌头五十岁、六十岁哈，老人家啊，什么老师嘛？有啊，我您来，我有交问好啊，对不对？刚刚有问好，没礼貌，没礼貌安尼啊。有啊，问好他也没礼貌，对不对？哎呀、啊，啊，人在家来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一段还没开始的时候，是不是他神降机了？他又拿那个神的那个檀香炉，跑来我前面，这样子，我呛死了，对，所以我说有的会呛到你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被呛到，我呛到呛到，然后他的神说，你别人人是本尊，人是本尊啊。哎呀，本尊我们没有降价，他不知道，他以为说老师来，用不他以为又神要入，有没有嘎漏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么窝囊还要被降，对。然后过来说没礼貌，对不对？啊来哦，没啊，他、啊、就把檀香炉拿回去，啊就说有问好这样子啊，啊不，啊这样叫跪，对不对哈？还是全部都跪，全部都跪哦，人也跪，神也跪啊，我们就在那边请起，对不对？请起啊，起来个跪，对吧？请起，跪，请起，要烦死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就这么礼多，虽然人不怪啦，啊，唔够麻烦啦，真的啊，反正底下够麻烦，底下话我告一拜，讲啊，那就跪吧。哎呀，就真的呢，有的人会呛到呢，啊，乌烟瘴气呀，哎呀，啊，所以是什么？我说不会的叫什么？空气污染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尤其现在讲求环保的时代。所以那点香有时要一支就好啊，一张就好啊。哎、欸，你要了解香的表法意义啊，不是点愈多愈好啊。那一张你得花掉呢，体会到了啊，我的内心的五分法身香有没有燃烧出来？戒定慧解脱之见香有没有燃烧出来？去摄受影响我周边的人，去令他们也得到戒定慧解脱之见。啊，那无咱咧香的真正是啥？污染源啊！啊，那有咧，你讲香是污染源，因为你的心量大，你的念是纯净纯善的，所以这个香的结晶也会变好，所以又变成什么？不是污染源了，水的结晶。对，不要忘记那个理路。所以会的是好，不会的是坏，一体两面，但看我们如何去运用。所以佛家讲一个字，转。之所以能转，就是不定数，就是没有绝对不好绝对好，没有，是我们能弘道，不是道弘我们、啊、若能转悟，即同如来啊。所以我们要回归我们的如来体性，如来者诸法如意啊，如其本来啊，真的今佛亦如古佛自在来啊。啊，所以那来回归那个生命状态，啊，其他哦的好说啊。那只按那风水学来讲，就是你去较对的所在吼，迄就是好风水啊。因为你是好人嘛，你是福人嘛，所以福人居福地，福地福人居嘛。我人讲文公笑爱你嘛，对不对？我讲哎，你是坐落去就是有意义啊，安尼就好啊。那个你啊敲半工，你坐落就有意义，哦安尼。Oh, no.